立法院昨天初审通过《儿童及少年福利法》修正案，增订了网络分级制度。未来网络业者必须要对内容进行分级，否则要有防护措施，否则就不能够在网络上散布或者是播放。朋友住处先后对三名少女猥亵性侵。网络上不管是文字描述或是动画影像，只要涉及煽色心的内容，很少有真正的网络分级制度。像是先前被外界质疑的动新闻，虽然现在标示出我是否满18岁的选项，不过这两个选项其实任何年纪都能直接观看，完全没有真正的身份控管机制。不过未来这种情况将不会再发生。赋予这个网络平台业者对于这个儿少采取必要的一些防护措施跟责任，那同时对于他的提供者也可以处30万的罚款。为了保障儿童权益，立法院初审通过《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新增网络分级制度，将来还要由 NCC 成立一个内容防护机构负责督导。不过有民间团体担心，目前的网络这么多，要如何一一检验？网络业者是否有设立防护措施或身份控管机制，执行上可能有困难。很重要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专责的人力啊，定期的去做这样的监测，甚至他有没有专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资讯。另外，为了保护儿少隐私权，草案也明定报纸网络的媒体不得报道遭遗弃、虐待、刑事案件当事人及被害人的儿少姓名或其他资讯。由于之前艺人贾静雯与前夫孙志浩为了争夺女儿吴彤妹的监护权对簿公堂，引起媒体广泛报道吴彤妹，将来新法上路之后，这类新闻都不能再被公开披露。记者赖淑敏、徐其峰台报道。为了要让学艺术与设计的学生了解国外艺术发展，教育部从民国94年开始就投入了将近1亿元，提供学生出国进修或实习。不少学生到了国外，看得更多都有不错的学习。仔细看看这个放三明治的盒子，色彩很多元，造型很特殊，还有这些咖啡杯上有各种图案，还写着我爱你和对不起的字，说不出口的话就借由咖啡杯来表达。这些作品被英国的咖啡店采用，是就读台艺大的学生翁玉兴前往英国的设计学校学习之后的成果。在台湾老师会说商业性是很重要的，可是在英国比较特别的是，我觉得老师很强调你的独特性，然后所以大家都发挥的就是我觉得更好。跟翁玉兴一样也参加了教育部的精英培训计划，前往美国加州念设计的姚玉成收获也很丰富，他专攻汽车的工艺设计，作品还大受肯定，念到美国的学校愿意再给他奖学金继续念下去。他说教育部补助200万的学费和部分生活费，让他得以到国外看到更广阔的世界。那种东西他就会很有机会，就是大家会递名片什么，很容易就要上国际舞台，然后就是跟不管是跟大的品牌合作，还是提出自己的很特别的见解。为了让学习艺术和设计的学生能到国外去进修开眼界，教育部从94年开始就投入了将近新台币1亿元，希望台湾的设计人才吸收更多元的文化刺激，成为国际舞台的明日之星。记者林静梅、邱福才台北报道。台湾首度由老年人组成单车队，要拜访100个乡镇来关怀这些各地的独居老人。又唱又跳，穿着大红色的耶诞老人服装，这66位单车骑士正在暖身，准备展开环岛行程，学耶诞老人送礼物到全国。耶诞老人，握紧你的拳头，出发！但仔细瞧，这些骑士中不少人已经是白发苍苍，其中这一位康伯伯更是高龄87岁。老人的社会将来来临，这个对国家是个会负担，这社会是一个非常有压力的。我们这样去舒缓他，他看到我们的健康，他已走出户外。原来这支环岛队伍集结的包括台湾和新加坡的老人家，全车队平均年纪就66岁。环岛过程中要拜访100个乡镇的养老院和育幼院，要用行动鼓励老人家更热爱生命。我们让老人啊，健康的老人伺候，有病的老人，让这个有病的老人看到，哎，大家都是老人，你们这么健康，他也有希望了。
这些高龄骑士不止亲自去关怀独居老人，也要赶在耶诞节前把来自新加坡的10,000份贺卡和民间团体准备的10,000份礼物送到10,000名老人和孤儿手上，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能够唤起更多人关怀长者。记者王介春、蔡明孝高雄报道。动动双手搭起无声的桥梁，我是林丽君。今天我们要来学跟衣服有关的手语。温泉饭店提供泡汤衣，手语的结构是温泉饭店穿着借免费。温泉饭店先比泡温泉，再比饭店的手语，又可以泡汤又可以住宿的地方就是温泉饭店。温泉饭店提供泡汤衣。